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现在挑战一下，仙剑这次第一个地狱级关卡马上就出现了。它是第一代的头目拜月教主啊，这个很像一个大叔，然后很壮，旁边有很多蛇之类的人。拜月教主，毒辣的啊，阴险毒辣的教主啊。好，请问李道长，我们要寻找的是何方妖魔？夏侯景轩吗？李道长是李逍遥，夏侯公子平真尚未有头绪，但相信不易对付，请放心，我们定当协力相助，不会负累的道长。师父有强烈的魔气啊、哦！江云凡，去武器走，好去是叫他们去，还是叫我们去打他？好啊，一个去好。那一开始的话，这次关卡其实难度蛮高的。一开始是进销新珠五回合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会转光珠，然后内外轮转。那刚刚转了中间的六颗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他会转周围的一圈。哦，这边解决掉了。这边其实应该不要打太快，会建议先把那个五回合把它撑过去，先瞄准那只木属性的，然后光属性的就慢慢打。对啊，不然这边的话，第二关是会锁定新珠，然后没有消到的话，打他多少他就补多少，所以这边就要消新珠。那没消到的话，他就补血。那这边很惨的是，我们没办法消新珠，我目前还在进消新珠中哦，所以这边哎呀，这边比较麻烦一点，没办法消，所以也没办法攻击。那这边还好的是，我们血量还够，血量刚好还够。他ECD 打6000多，那我们再扣血扣5000多，所以一回合是大概10000左右啦。那我们血量刚好还够，那这一回合可以补血了。好，一个补个69000回来。好 ，ECD 一次扣10000多，11000，还好。那我们这边就是慢慢打，然后慢慢存技能，这边把技能把它存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稍微打了一下最后一击，给他下去。好，我们这边的主力是水珠跟木珠，暗珠因为只有一只，所以就还好。好，那第三关是阿奴又出现了。阿奴为什么都是高防御型的啊？是在游戏中就是高防御力的吗？他防御率是600000，然后是无视减伤，无视控场 ，ECD 打13000，有点痛。那我们这边存了两组暗珠，就开个技能吧。想说开查理宝，应该开查理宝。那毒龙要不要开啊？毒龙，哎呦，开一下好了，保险起见，然后再补个血。那我这样补血可以补40000。直接补40000，超好用。好，阿奴600000，然后我们有开暗龙石了，两组暗珠啊，旁边没有消耗。好，7 combo 8 combo， 好，两组暗珠300000，打300000哦。欸，那木毒龙可以不用开啊，那2.5倍，没有2.5倍，基本上应该有打到100000吧，所以也 OK 啦。那血量只有20000多。那第四关也很麻烦，左边的是如果被他攻击到的话，我们之后五回合都会扣血 20%， 然后右边就是问号珠转啊。那结果一转才发现少一颗暗珠，糟糕，少一颗暗珠，哇，不然可以顺打过去的。那这边没办法，只好再打。好，这边解决了，解决右边那一只。好，左边那只血量是150000，右边是180000。那右边攻击比较高，是18000，所以尽量先解决掉。但是左边也很讨厌，他会扣血20%，扣血20%，再加上我原本扣血10%，就是扣30%，就是扣15000了。那他再攻击就扣22000了，好麻烦哦。那我这边撑，慢慢撑过去，然后撑到他那个。
本来想撑到他的那个扣血的那个负面效果结束、哦，但如果结束之后再被他打中的话，又会中招，所以你就可以趁他趁他快变一升一的时候，负面状态升一的时候再把它解决掉，这样就可以安心过下，安心的来到下一关。但是还差两回合，这边没办法，只好开技能补血。先补一下好了，这边的李逍遥是三鼠盾，那攻击力是12000，有点痛，12000啊，他之后CD就会变成一了，每回合会打12000。好，三鼠盾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慢慢打，好，目前还在扣血中哦。三鼠盾，那我们又要消到暗柱才有伤害，所以要消四鼠。好，我们当成四鼠盾在消，那光珠就可以不要理他了，光珠就随便消。好，那这边又要消新珠，因为攻击还是很痛，所以新珠还是得消，所以我们还是得什么都消才行啊。木珠、水珠、新珠，好，暗珠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打下去，那血量是240万。那这边的话，之后等那个技能存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技能了。好，这边算是一个关键的一关，这边如果有处理好的话，之后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这样普通打大概就十几万到20万啊，不痛。但是我们之后呢，把技能存好之后开技能。然后查理堡开了查理堡跟水龙石，那这边一定要记得水珠、新珠、木珠，新珠不用啦，水珠、火珠、木珠跟暗珠，然后开龙客。那我们这边带的是三星的那个连锁龙符，这边就消消消消消，伤害应该是够，所以还好。那这边要存一下暗珠，多存一些暗珠啊！糟糕，光珠消太多，没有消到那颗强化珠。结果暗珠没有存到多少欸。好，这边打了300-400万，哇哦，打300-400万。好，那第六关是龙族克制，会增加攻击，然后会锁技能。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先开龙克跟开技能的关系了。那这边还有延续一回合的查理堡跟水龙石，所以这边转两组暗珠，对，这边还是两组暗珠应该够啦。两组暗珠，然后消一下。啊，他下半身又不见了、欸。好，六 combo， 好，打了50万，平均50万。好，顺利解决。他血量是270万。好，解决之后，来到第七关是赵灵儿。赵灵儿也是稍微有点麻烦。他如果血量他剩50%以下，然后他攻击之后呢，会让我们扣血100%。就如果打到50%以下，他在攻击我们一定会死掉，所以这边一定要在50%以上的血量呢，把它一次解决。那血量有330万，血量非常的多，但他攻击只有5000多，所以还好。那这边我们也是慢慢存一下技能，那小心不要打太快，因为打一半的话，160万就打一半了。那我这边存技能的话，要存个14回合吧。我的水龙死 CD 是 14， 非常的长啊。好，这边慢慢磨，慢慢磨，差不多磨到50%左右了。那这边就开技能，开技能。好，那毒龙的话应该不用开吧？要开吗？伤害应该是够啦，可是毒龙的话，下一关我们也是得存一下技能。可是开的话又会扣血，那补血技能又想留给下一关，还是算了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消两组暗珠。好，几 combo， 好，平均60万，顺利解决了。好，再来就是大祭司了，拜月教主。哈哈，这世界比白描更有趣啊！那家伙所说的没错，拜月教主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啊，又是你这臭小子，
我的魔力今非昔比，你只是以卵击石，是你令我和灵儿阴阳相隔的，我如何都不会让你继续作恶。灵儿，你要守护我啊！啊，就是他杀害了灵儿吗？啊，虽然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故事，不过灵儿好像就是在跟他决战的时候，好像就死，哎呀，好像不算死掉，对不对？他好像是不晓得是用了什么招式，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吗？啊，不太了解。那不过这是好像是第二次遇到拜月教主了，对不对？第二次，这应该算是一代游戏中的最后一个大魔王了吧？那我这边的话，它的是会附加技能消除，然后还会重置。像是我们开了暗龙使，它是持续状态的嘛，那就会被它消除，然后被消除那个技能的角色的 CD 会重置。什么暗龙使现在技能是归零的哦，所以我们要再存它回合，存十回合，暗龙使有满技，有十回合。好，那十回合慢慢撑。那他攻击是一万，是两万二，不过基本上是两 CD， 所以应该还撑得住，还撑得下去。那他的是强化盾哦。那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下强化符石，然后还有暗符石两组。那这边比较重要的是要存到木跟水的强化珠哦，因为它是我们的主力。那这边就技能全开，毒龙全开，什么都开，然后一定要记得要消到木强化符石跟水强化符石，然后暗珠两组，那暗珠强化就不一定要，不一定需要。好，那这边再补个龙克。好，那因为它是强化盾，那因为有水龙石关系，我们的伤害就是全队都可以攻击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消到木符石、木强化跟水强化。我们才有伤害哦。好，那这边就有点卡卡的。好，这边打了400万，平均400万，然后按属性没有伤害，没关系，这样就顺利解决啦。好，又败在我们手上啦，这个拜月教主。好，你将会被永远封印的收，居然是收妖吗？把他收妖，他就哇哇哇哇哇哇。好，拜月教主就被吸进去那个葫芦里面了。哦，这好像在哪里有看过，就是收妖的葫芦。哦，原来仙剑里面也是这个收妖葫芦。好，那血量是460万啊，不过我们这边开技能是可以轻松解决的。好，这边就顺利过关了。那这次用的是毒龙队，毒龙队还不错，还可以用。中间就磨了一阵子。但算是还蛮稳定的，蛮稳定的一队。那这边可以解到一个成就是队伍中有三个以上的属性。好，那另外成就是队长队友都是人类。那隐藏条件是队伍中只有暗属性成员，所以这边成就也不太好解啊，不太好解。好，这边顺利得到了小怪，哈哈，风雅颂。风雅颂复比心啊，是不是诗经里面的啊？以前好像有看到欸。好，那这边就得到拜月教主哦，他的技能有点像也是背弓的啊，伤害最高八倍，最高八倍。然后光的话，队长技是 2.5 倍，然后人类越多，生命力跟回复力还会提升最多 1.5 倍。哦，算是好像还不错用哦。好像还不错。那光属性背弓，不多欸，光属性背弓的不多，除了就是路西法啊，这个应该算比较高的倍率啦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顺利临时过关啦，有点难，祝大家顺利过关了，我可以挑战看看。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，就不一定要拼临时啦，因为他的成就也没有临时过关。好像有一些人会选择第七关，就是牺牲打，就第七关牺牲一下，那之后再打过去这样子啊，应该也是可以啦。好，那就祝大家顺利咯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